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神中课效法主耶稣。今日是3月20日，题目是在你所在之地中心工作。经文记载在罗马书14章12至13节，这样看来，我们各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上帝面前说明，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。内文讲到，我们即使做了一切能力所及的工作，仍然要视自己为无用的仆人。我们的努力没有任何骄傲的余地，因为我们时时刻刻倚靠上帝的恩典，我们的一切都是主所赐的。耶稣说，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我们只对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才干负责，主不会责备那些尽己所能增添了自己才干的仆人。凡这样证明自己忠诚的人，能够得到称赞和报赏。但是那些在葡萄园里面闲逛、无所事事或者待忽职守的人，以他们的行为表明了他们对待所托的工的真正态度。他们并没有欣赏，而且滥用了荣耀上帝赐给他们用来拯救同胞的才干。本来可以成就的善功，却是没有去做。主无法连本带利地获得收益。任何人都不要怨叹自己没有更大的才干可以为主所用。你在不满和抱怨的时候，浪费了宝贵的光阴，坐失了有价值的机会。要为你所拥有的才干感谢上帝，求主赐你能力履行你所肩负的责任。你如果希望自己有更大的用途，就要投入工作之中，学习你所追求的东西，要以坚定忍耐之心去从事工作，尽到自己最大的努力，不要介意别人做些什么。我们各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上帝面前说明，你绝不要想，亦不要说，但愿我从事更加伟大的工作，但愿我能在这个或者那个岗位上。要是你所在之地尽自己的责任，要在最能为上帝发挥效益的地方，对托付给你的才干作最好的投资。要放弃一切怨言和纠纷，不要争最高的权利，不要嫉妒别人的才干，因为这样做增加不了你做善功大功的能力。要以柔和谦卑依赖的信心运用你的恩赐，等到结账的日子，你就没有悲伤和蒙羞的理由了。欢迎下次再次收听。